算我倒霉，怎么遇到了这么个小刺猬？要是当年……哎，不提当年了，看来以后要好好调教调教他才行。玉不琢不成器嘛。赵无极，谁？你出来。在这里，你是什么人？在这小小的地方见到不动明王，很久没有活动筋骨，想和你切磋一下。笑了，你白天的时候欺负那几个孩子，不也是欺负得很好吗？我发现欺负人的感觉似乎不错，就让我也欺负欺负你吧。当然，你可以认为我这是在恃强凌弱。好，此人到底是谁？既然来了，就出来吧。一个和两个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老大，这位前辈，昊天冕下，不用多礼，我是来找麻烦的。猫鹰武魂七十八级，不愧是当初黄金铁三角中主战的弗兰德。这史莱克学院就是你的吧？是的，冕下。不知赵无极何事得罪了冕下大人，能否给我几分薄面？少废话，站一边去，不然连你一块走。赵无极，我给你个机会，我不用武魂，你能在我手上坚持一炷香的时间，我二话不说立刻就走，否则你就要替我做一件事。昊天冕下大人，在下实在不明白什么地方得罪了您，您能不能先说清楚？在下死也死得明白。哼，还用我说吗？打了小的，老的自然要站出来讨个公道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动手吧。